斤尔。卖搁食啦，食了会生癌啦。啊，时间就到啊，哪得开门啊嘞？你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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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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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快呐！真娘嘞！啊，你卖票都卖票，你靠腰上，你会进来哟？卖票放着了，那放着那没票了。下来，没了，一张100，130块了。真的啦，带女朋友出来，女朋友看啦，请女朋友看闹亏啦，好不好？好，两张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电话。等等，电话，电话，两张。拿两张。下来。你要送我丢？好啊。多少钱啊？200。哎，电话。
阿豆，你要去哪里呀、啊？干嘛？干什么？那个好像是我们班导师耶，在哪里？后面靠门那边啊，有没有？没有啊。有啦，哎，走掉了。你有没有看清楚啊？真的是你们班老师吗？哎呀，一定是啊，不然他干嘛走掉啊？老师也会来这里看店。是啊，被他看到了，干！哼，你完蛋了，拎你啊，哎！这一次的作文啊，大家都写得不错。老师已经决定，啊，凡是在85分以上的同学，老师都会将你们的作文啊寄到国语日报社参加他们所举办的全省国小中文比赛。好了，不要讲话。凡是85分以上的同学，今天晚上回去啊，就将你们的文章啊重抄一遍在300字的稿纸上，就像这样子。要注意的是啊。你们的字体一定要非常工整啊，不可以有错别字。哦，对了，张云通，你就这样。张云通，你这次的分数很高，可是老师不打算拿你这篇作文去参加比赛，因为那一次全班同学到海边去郊游，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参加。虽然你这篇作文还是写得很好，我也给了你很高的分数，不过我觉得那只是你的凭空想象，并没有真正的感受跟感情，即使写得再好也是假的。各位同学，老师希望借着这件事情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作文跟做人一样，都讲究两个字，诚实。
习，你想死啊？快！姐，我要吃甜不辣。好啊。哎，梅雪，小心骑啊！你跌倒一下，心会疼的。快点啊！你过来。哎，教练。要是不服气的话，就自己去记国语吧。跟比赛不是规定说自己会去参加，我才不稀罕呢。我告诉你啊，你们老师讲得很对，做人家跟做人一样，一定要诚实啊。你们老师讲得多帅啊。老板在吧？你自己付钱啊。管你，管我，我还管你嘞。你啊，你敢打我。哎，我是你老姐，老姐就来了，欠揍。你才欠揍！你小子，老板娘不要给他了。洗快点啦！老公好假不？姐，我刚才才憋气憋了40秒耶！你有病啊？因为你是鱼啊？阿通，帮我喂阿公啦！我菜没炒，衣服也没泡，上课要迟到了啦！哎呦，你快点啦！哎，袜子，不要乱扔啦，臭死了！刚好讲吧，好讲。你是不是放屁？哦，不接。哎呦，姐，阿公落晒了啦！哎呦，电梯哦，要带死我呀！无法度，咱有搬厝，搬到太近。哎，啊，你当时买一支这啊？你敢买？来来，先拿进去来。阿公啊，写一部吧，这月的薪水。哦。哎，小林你手乖，我看钱能够用。嘿啊，正值哦，佫无够伊交迄补习班的学费啊。袂歹啊啦，加减啦。哦，今仔咱兜上闹热嘞，偌济人咧规阵咧要来咱兜聚会咧，迄阵去阿母老我嘛甲叫来，阿母老你别离啊。所以臭头白囝无，较早早是咱嫁嫁迄臭头白啊。即嘛，咱西门町袂得哩，迄几个火车吼，拢行地下化，拢交易去，拢行电卡啦。啊，迄电交道吼，即嘛拢拆拆掉啦。即嘛政府吼，讲重新要建设咱西门町的，
来，爸爸，弄在这里。不说拢逐工咧砍咧，砍讲即马咱西门町吼，要甲重新计划，啊建设甲讲车拢袂使入嘛，啊拢人来咧行的所在啦，啊要安尼整顿甲好，足水的，足大班的，足有气派，无输日本迄印染迄啊。即马咱西门町遮厝租拢起价，房地产也拢一定对起的啦。啊，我毋则想讲，阿母来因规定啦，咱住伫西门町遮的人，啊，用毋拢甲叫叫来咱兜开会，参详看讲后摆咱要安怎做。后摆一定会真好。咱后摆吼，一定会真好。线段，因为这边被断掉了，所以说叫线段。一条线两边被断叫线段，一条线一边被断一边有箭头，所以说叫做射线，就跟一把箭一样，咻射出去，所以叫射线。那这边如果是空的呢，表示说它在这个点上并不存在。但除掉这个点以外呢，有千千万万个点，它都是。七加五，我那人也太老了。
请咱食宵夜，请到尾后别讲咱有钱啦。啊，佫讲啥？讲恁查甫人对伊温情哦，哼，是伊温情人哦。那是伊温情人哦，请到当面来坐哦，莫看搞啥物物件来耗劲。啊，佫有伊，你今日还是你认真要死哦？嗯，那去咖啡的，怎么样？是咱一起人的，对不对？请假去嘛，不要紧。哎哎哎，你讲的什么道理啊？咱俩要赔赔以前的呀、啊。啊，咱们找人发点啥，跟他挂起处理。但人国宾哦，讲有那什么鸡啊？弱鸡。什么魔鬼阿诺啊？跟他蛮共相啊。有这样，那成龙啊，成龙敢袂输你哦？嗯，那成龙才前年拍一斤呀，现在咱这边的表情真是嘛，足清的，足野，来足多人看的。啊，对。咱们公司要是要咱合作，现在阿布兰跟咱合作吼，电线内边，咱请人来，跟咱阮囝拢要食，走啦，是安尼。你是计着囡仔要操心，是你才甘愿？阮啊。小心一点啊！这早八早就出来咧开房间，你是要做唔做啦？啊，搁几落间还袂平呢？
你想闹吗？你不想要？小心点！哎呀，看鬼都做不完，你给我起枪！家店老板是我这边常客的，他来啊，我就帮他安排我们店里面最新的、最红的小姐，叫做慧玲啊。后来我才发现哦，这家店的老板娘也叫做慧玲啊，怎么办？所以说，坏事不能做，人家。来，赶紧来吧。谢谢，慢慢吧。走吧走吧，我们去喝咖啡吧。不行，我们要去买东西。哎，买东西，看你们要什么东西，我送给你们。反正我昨天已经闲着了。干嘛？我们又是没钱，要你送啊？哎呀，人家要去买女生用的东西，你要跟啊？好吧，那我回去睡个午觉。哎，梅雪小姐，下午再见了。皮雕克买给你，会不会要啊？要啊，怎么不要？我们刚刚不才白吃人家一顿，你不觉得那感觉很爽吗？那请你去看电影嘞。去啊，谁怕谁？咦，天山八杂木，等一下啦，等一下，走啊！
果然跟我在电影或电视上看到的大海感觉是不一样的。看到真正的大海，才知道大海的伟大。它让我觉得自己变得很渺小，而心胸却过大了。这种感觉好微妙。海边的景色很美，可是如果没有塑胶袋、宝特瓶、汽水罐这些垃圾的话，岂不更美？人们的公德心是不是被海水冲走了，还是被鱼给吃掉了？是下海了，我们打水战，玩得不亦乐乎，玩得忘记了冷，忘记了冬天，海边充满了我们的欢笑。正当大家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到了什么？一具浮尸，哇，很恐怖吧？学博姐妹当场吓得抱在一起哭了起来。真是没办法，女生总是比较胆小的。我们男生虽然也有些害怕，可是还是保持冷静跟理智。我们的脑海里闪过两个字：报警。长这么大，我还没有看过一位像他这么勇敢的人。他就是海水浴场的管理员，也是一位小儿麻痹的患者。为了救人，他不顾一切地跳入愤怒的大海。也许他并不认为那是一具浮尸，而是一个还没死的人，所以才如此的奋不顾身吧。我将会永远记得这位勇敢又可敬的管理员先生，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海边的一天。
怎么啦？送送你上西天啊，无聊到极点。Thank you.
刚吃饱饭了，跟你关系没关系哈。吃饱饭走一走对身体好了。小姐穿那件多少钱？4500。多少？这样好了，我给你打个八折，3600。好，包起来。谢谢。笨啊！今麦来咱万国这边车吼，若讲用人去佚佗去行的所在吼，我咧想一定真好。来，用一挂菜，是吧？来。阿叔啊！咱叫咱叫咧。哎，阿兰啊，俺不来吃，讲安尼免搁烦了啦。哎，阿兰出来哦！哎呦，都变成当铺公安的啦！嗯，给你，给你，阿亮，来，阿童，阿春啊，咱西门町吼，点么个花草啊？你知不知？我们西门町吼要长草了呢。长草做什么？长草。哎呦，你哪样啊？你们阿叔只不过是咧比一个例啦，西门町若是长出草来吼，咱这黄牛就拢有草人吃。你又够戆啊你！哎呦，你是真嗨呢，啊，定要甲磕头咧磕到光明啊！来你是安怎啦？卖个破头壳！哦，你阿仔有够巧的啦！后摆你甲靠这条就袂得啦！来，你袂搞干嘞！来，哎，小宝，你老母小宝，小宝，你娘娘，你吃，吃光袂得来蛋滚。阿哥要不要吃火锅？是啊，老公，你说什么？喂，他是说，我是他爸爸，张德杰怎么了？张先生，我们在宾馆里发现你的女儿和一个男人在开房间，结果你的女儿把对方杀了重伤，而且伤得很重，现在人还在医院。老实说，是你们要他去的。你给我这么吓我呀？我们要他去吗？哎，她是我们的女儿，你讲话要负责任啊！你娘的，谁找不要？哎，张先生，我看这样子好了，你们先带他回去，那个受伤的人我看看情形怎么样，我再通知你们。现在麻烦你盖个手印。天啊！哎，等一等，你东西忘了。哎，梅雪啊，快去洗吧，我帮你换水了。我吻过海上的你，也吻过天边晚霞，何处是大海的边界，何处是天之涯。既然曾许下了诺言，
那个书。我要回家了。回家，回家。怎么啦？害怕死了？姑啊，有什么好怕的呢？你是不是第一次啊？我来了啦，也是十六岁啊，十七岁，我也没有交过男朋友，更吓人。我要回家啦。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讲啊，我们店里面的小姐最多嘛是2000，你比别人贵很多呢。那衣服钱我明天还你。好，现在还还吗？走开呀、啊！你想爱，你走开呀、啊！走开！你走开！你爱。怕什么呢？第三个时辰开始，你大多晚都是安尼谈。我们这款水衫，还阁要轮小店这款物件，还阁有啥？出事无你吃。还是无你吃。是无给你投资，你是安怎安尼做？你是？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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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太，这两位是辅导员。您好。
他们想和你的女儿谈一谈。我今天早上跟您电话联络过了。张雪的弟弟，李帅，起来了，有人来看你啊啦！张雪，你好。我是罗姐姐，这位是王大哥，我们来看你，我们来聊聊好吗？你看着我讲话吗？来，被搞成这样了。张明雪，不要怕啊，没有关系，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讲好不好？对吧，小妹妹，你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老老实实告诉她罗哥大姐姐，不就好了吗？喂，阿春，你有没有帮我找？我找到五份，你呢？什么？才一份？你见到病的人都不看报纸啊？那芬姐姐妹呢？啊，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跟我去找。你少啰嗦了，你没有找到你就不要回家。
还你啦。顾问日报，我很开心看到你的名字印在报纸上。你那篇作文真的写得很好，你们老师一定没有想到你真的跑去海边。将来一定要做个大作家，给你们导师看看，给所有的人看看，我拿了你的一份报纸放在爸爸的床上，他们回来就会看到另一份给我，可以吗？
养养气。三太太，被你女儿刺伤那个人已经死了。
Thank you.